何方妖孽，竟狠心！你若讲唔狠心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阿吉青，请你跟我斗三讲。既然有事要求我，谁若唔举头相见？我，莫啰嗦！你若阁丢毒，我就该收服起。阿吉青，我是今日去甲你吓惊着。就伫咧灰娘慢慢将面挖过来时阵，就含见过足侪妖魔鬼怪的阿吉青嘛，看到伊面嘛是足着惊。灰娘一个看到阿吉青嘛，伊的目屎是淋淋过，伊那口对着阿吉青嘛。讲到伊这世人悲惨的遭遇，阿母，我甲你斟酒。阿母，我阿母吼敬你一杯，恭喜你吼总算摕到张家一切，即马吼张家是你黄家做主啊呢。来来来，咱大家来饮一杯啊！嘉兴啊，你应该了解阿母对你的苦心啦吼。阿母安尼用心计较，拢是为着你呢。多谢阿母。来来来，阿母阿母，食菜啦。阿母，你的用心哦，阮当然嘛知影，所以哦，阮阿母会好好听你的话。阮嘉兴会当娶着你哦，真正是伊的福气啦。啊，阮张家有这个新妇哦，真正是以后一定会大兴旺啦。阿母，你放心啦，我甲秀美啊吼，阿家一定好好养好你。对啦，阿母哦，以后你着好好享受啊。我了金凤，总算把所有的阻碍拢给除掉啊！我一世人所等的，都是这天啊！张家的财产，总算是阮母仔囝的。行，真行。实在足幸的，阿吉静，多谢你。免甲我算谢啦，我是听着你讲遐做务吼，讲也感觉足愤慨啦。当真有啥物唔对咧？陷害你遐个人吼，应该得到教示啦。啊，若无，免闹天理。阿吉静，唔免艰苦啦，我会甲你斗相共，吼。阿吉青，你的温情，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唔免讲什么报答，等家你找到你的翁婿，达成你的心愿，我嘛是赶快爱家你修复起来。毕竟阴阳有别，你毋是属这个世间的啊。等我报仇以后，你还爱我呐？我拢听你的，我绝对无怨的。照你讲。我实在是不应该安尼做，也毋过，贝贝是查某人，因为我嘛是长长，你嘛是长长，所以咱更加爱予世间人，袂当对长长有所误解，这就是我要甲伊斗相共的原因。来，咱开始做法。灰娘甲阿吉青嘛达成协议，阿吉青嘛开始做法念咒。阿吉青嘛将伊所画的图盖伫咧灰娘的面内，
总算惠娘恢复了过去的面貌。有了这张新的面容，惠娘的计划就会当开始啊。伫秀水村耽误着伤侪时间，嘛毋知影今日敢有法度找所有药草。惠娘静静观察着眼前这个查甫人，伊生造甲家己的红色是一模一样。根据阿吉即马替伊调查到的资料。眼前这个查甫人叫做林志宏，平常时啊靠卖草药啊来维持生活。惠娘已经观察伊有一段时间啦，伊决定要亲身去了解着这个林志宏到底是毋是伊的红婿。阿姑娘，有什么代志吼？你那一个人伫个这风高野外，你唔捌我？姑娘，你真爱讲双情，你甲我是头一次见面。姑娘，你是毋是有啥物困难？我。姑娘啊，姑娘，哪里啦？姑娘，你想怎？姑娘，志宏好心将惠娘带返来厝的治疗，明珠亲身来替惠娘诊脉。也毋过，予伊感觉足奇怪的是，伊竟然无法度接到惠娘的脉。奇怪，我哪会接袂到伊的脉？没哪有可能啦！你是阮这附近沙丁大村上厉害的女神医呢，你没哪有可能接袂到伊的脉，伊也毋死去讲。所以我们才感觉奇怪啊！无，让我试看卖。伊的脉沉阁虚，看起来。看袂较真重，你接到伊的脉？是啊，我拢接会到伊的脉啊，你无可能接袂到啦，你去试看卖。嗯。吊伫咧病珠，搁要替惠娘诊脉时阵，惠娘突然之间惊醒过来，伊惊啊走，足条惊，看到四周围。唔知影家己到底伫咧啥物所在，志宏赶紧向伊来解释，讲这是因家，明珠是伊的家后，嘛是霍军较有名的神医。想袂到惠娘却熊熊出现真大的反应。你讲啥？你讲，伊是恁某？是啦，我会向一挂药草甲中医吼，拢是教的。什么？这位姑娘，你叫什么名？啊，我看你无亲像这附近的人，爱来这是有什么代志？我，你有什么代志吼？你真要跟我讲啦，我跟明珠一定会来斗三工。嗯。我叫做惠娘，陈惠娘。陈惠娘。是啊，你有想起来无？无呢，我毋捌听过这个名，我毋捌你啦。这位姑娘，我想你应该是认着人啊。稍等下，我会带一挂药啊，互你啉。你啉啉的，明仔载应该真紧就好起来。啊对啦，我嘛替你找一个房间，啊无你就先好好休困，哈。志宏。再跟我到三天。好。
这个婚娘到底是什么人？是毋超工要来接近志宏？还是伊知影志宏较早会过去？明珠，你是安怎？看你啊，油头甲面。无啦，无什么代志啦。啊，我是伫咧想幼丹姑娘，伊吼，应该有代志无通讲，咱一定爱来斗相共。咱妈娘家婆好无？规日当作已经甲救起来，我看明仔载早起，还是予伊较早转去，免得厝内底人同样烦恼。嗯，这目前等身体好的时阵吼，才甲伊讲。是安怎？咱是安怎爱留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？来路不明，当初时你嘛是同款收留我这个来路不明的人啊？你，迄当然嘛无同款啊！因为慧娘突然间来出现，明珠甲志宏当有家己的想法甲做法，一对一向感情较好的翁婿，竟然煞来发生冲突。站在咧窗仔外口的慧娘，将因两个人所讲的话是听甲一清二楚。看起来，伊要的应该是无唔对。志宏的身份确实是真可疑，伊一定要想办法来证明志宏到底是毋是赵家明。哎呀，奇怪，安怎时阵林峰吹过来？你免惊啦，我去看麦。唔啦，莫去看啊！我想应该是无啥物代志，当然是来看啊。哦，好啊，来看。是无啦，你家看，你看，啊无我啦，莫想遐济啦，唔免惊，紧困，好。你哪喊个大细声？我去梦到慧娘啊！啊，无代无志，你哪去梦到伊啦？我想哦，一定是慧娘的梦，无做好势。袂、啦，阿母，可能哦，你最近就伤忝嘛，才会安尼乌白梦，无代志啦。为了要好家生。做丢家的继承人，我阁会想办法说服遐个宗亲的。阿母，为着家生的代志吼，辛苦你安尼。这哪有算啥物辛苦啦？只要有我伫咧，我一定会把家生的未来安排好势啦。阿母啊，啊其实吼，家生伊嘛会当出来面对遐个宗亲啊。伊吼，伊还阁少年，啥物拢唔捌啦。我当然着爱保护伊啊。等将来伊有法度化解的时阵，我才要将吼张家所有财产交予伊啦。看起来吼，阿婆无遮尔简单就把财产放予家心。慧娘，公娘，慧娘，公娘，这药已经转好啊，你紧摊小出来哩么？感谢恁阿母的救命之恩，请原谅我不告而别。等我安排好以后，连江，我会亲身来给恁说多谢。
陈慧玲，伊走啊！伊走嘛好，免得我伫遮提心吊胆。慧娘啊，你总算回来啊！哦，我烦恼讲哦，你若唔回来哦，我的法术都无效啊。那唔是讲去进药所的时间已经到，我就想要继续在遐啉咖。慧娘，你已经唔是勇敢的人啊呢，而且我替你施这个法哦，嘛敢会用个一七七天？假使你七天内，若阁找无你的红色，我嘛无法度啊。我知影。啊！不过我已经有线索啊，我真紧就会当找到嘉明啊。哦，啊！若照你安尼讲，林志宏，你就真实是张嘉明？我阁无多确定。啊！不过迄个林志宏是予因某机会，因敢若有啥物代志在隐瞒？听你安尼讲，嘛是有可能啊。你放心啦。我嘛会替你来调查因翁仔某的过去甲背景。假使若毋是，安尼你嘛免无浪费时间啊啦。多谢局长，迄个温情，我后世人一定会报答你。哎呦，讲啥物报答温情？算起来，咱两个嘛不只有缘呐。我只是吼，希望会当替你完成你的心愿呐。对啦，啊恁大家遐。你敢有想要采取什么行动？当然嘛是爱，我要让伊知影，什么叫做恶有恶报。好，要安尼哦，你的名片我摕落来，用酒水搁甲加持一下，让你变搁较水。已经得要瓦倒啊！金凤一个人坐伫咧大厅，讲神啊讲神，伊也是无法度放袂记。迄天暗暝，梦内底情景，就敢若是真诶共款。即马只要一个想起迄个时阵，就算是将慧娘拍死，伊嘛毋承认错误诶眼神，就互伊规身躯拢起畏寒。慧娘啊，你莫怪我。要怪就爱怪你家己无这命做阮张家的媳妇啦！谁叫你要做动我的财咯？谁啊？谁？啊，还有谁？啊，当然嘛是你后生我，啊，无搁有谁？啊，当咱这间厝哦，就甲咱三个人尔啦，啊，无刚讲的是阿香较好说。哎，叫你莫讲迄个陈阿惠了，你讲讲。我袂记啊啦，阿母，熬早哈？熬早？即马啥物时阵啊啦？日头都已经趴脚床，搁熬早嘞？即马若是算早吼，我唔多昨暝就起床啊。那不是昨暝去梦到鬼吼，哪哈早起来？无你即马是咧讲啥啦？无啦，阿母，啊，我是讲哦，我的衫爱较早去市仔摕啦。嘉兴啊，你好好陪阿母开讲啊，我连袂转来。哦哦。哎呦，嘉兴啊，唔是我咧爱讲啦，你看你这个某啦，真正是无代志，袂晓阁计较，三八强，看这情形哦。我哪会放心把恁阿爸的财产放予你啦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秀美阿姨哦，拢是为着我啦，免烦恼啦。对啦，阿爸今日安怎？有较好无？那是同款啦，迄两对目睭拢一直看天顶啦。啊，不管安怎解化，拢袂用啦。干那规工在咧画假面啦、灰娘啊，唔啊讲嘛奇怪呢，哪会拢袂死哈？啊，若无吼，迄家产早就是我的啊啦。
是。自从后生加盟，这阵发生意外失踪了后，张老爷因为伤过烦恼，就安尼破病倒伫咧眠床。几个人看起来总是戆戆呆呆，并唔知影讲厝内已经发生代志。伊搁较唔知影讲，伊迄个乖卡又搁友好的新妇惠娘，早就已经无伫咧这个人世间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是我，我是惠娘。惠娘，惠娘哦，那无看嘉明啊？嘉明去日本还袂回来啦。哦，去日本哦，哦。敢那去足久个哦，啊，无想讲哦，已经娶某啊呢，啊，放个某一酒空房哦，阿爸，嗯，嘿爱讲哦，阮哦家面要娶某啊哦，吼，做好个，家面要娶某，阿爸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家面，你讲，我嘛袂放过倒一个是甲我害死的人。想起嘉明甲惠娘结婚的迄一天，就已经有派吉条啊。伫咧惠娘的会轿还未来到张家的进前，张老爷甲金凤两个人就已经为着办即层的亲事，冤家不长长。金凤啊，你一世间哦，阁顺路较斟酌的啦，看有老狗伊无啦？我甲看会轿就得要来啊，即、這个亲事哦，我要甲办了足声的。好贵张阿头哦，无人会当甲咱比的，吼、哦，知无？老爷，你莫讲吼，我是爱计较啦。嘉明嘉欣吼，拢是你的后生呢，你看卖嘞。哦，你甲嘉明的婚事吼办到这尔闹嘞，这尔请呀，煞来搁要送伊去日本哦做生理，搁甲家产要交予伊管。老爷，你唔通袂记哩呢？啊，嘉欣嘛是你的后生，啊，你嘛要较顾。好啊啦。今仔日是咱厝大好的日子，你倒莫阁搞讲钱的代志啊啦！你干那咧烦恼讲嘉明是情某生的，我倒对伊较好。你对我遮尼侪年啊，我敢捌亏待你哈？若要讲咱厝哦，以后要予啥物人来看，迄倒爱看伊兄弟啊吼，以后的本事啊啦。别乱哩讲，谁唔知影你较疼嘉明？拜天爹，拜。二拜课堂，拜。来来来，惠娘啊，以后阮家明就交予你啊。真正是我的好媳妇。你是堂长？阿母，堂长也无啥唔好啊，我嘛是堂长啊。阿兄，你无听人伫咧讲哦，迄查甫人若当长哦是有事业啦，啊查某人若当长哦是会去哦。是在讲啥啦？去啥物话啦？是啥物人要相信你讲传说？我敢相信嘉明甲惠娘啊，一定会当小人、当水温，过着幸福快乐日子。惠娘，是的，他受委屈了。好啊，袂用搬，继续继续。夫妻聚拜，拜。
三牛同房。嘉明省亲无几工，就跟着老爸坐船到日本，联络客户处理代志。留下惠牛一个人，面对着无好意的金凤、嘉兴，还有秀美啊。虽然嘉明伫咧出国的进程，已经甲惠牛大约讲到厝内的状况，而且特别交代讲，若无代志，就尽量踮伫咧房间内底，唔通出来。卡面地去予爱食醋的后母金凤，目睭底敢若看钱的小弟嘉兴，啊，佮有迄个万项代志拢爱计较的地府啊、秀美啊来欺负。秀美，什么代志？阿嫂，你哪会嫁过来了哦？拢咪在房间内底，唔出门。阿母哦，足烦恼的哦。啊哦，阿母若烦恼，心情歹，就找我小亮啊，你知影无？我唔知啦，我咧甲嘉宾提衫。你咧提衫哦？你是千万唔通甲阿母讲呢，伊若知影哦，一定喊我讲我病单啊，迄衫也离去哦，咱提去用补啦。哦，我知啦。阿母在找你，快出来啦！你爱知影啦，你是一个长寿的查某呢，一定爱做比别人较好啊。啊无吼，别人讲你的闲话，知影无？阿母，我知。阿嫂，我是无歹意啦，啊，不过吼。我感觉足奇怪呢，敢讲你毋知影，查某人若长寿哦，是会缺翁的哦。啊，你哪会敢搁嫁予阮大伯啊？你是哦，存心要甲害我死，还是要爱阮张家的财产啊？唉，啊，善请人哦，拢嘛在孝顺有钱人的钱。唉，是啊，嘛毋知影哦，伊嫁咱家是真正的家运，还是孝顺咱家的财产啊？就对了嘛，阿母，虽然阮家善食，啊，不过我袂去贪别人的钱啦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啊，足忝的，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吃蛋糕。哎呦，阿爸等下，咁紧倒地。哦，我来啦。老爷，会忝不？昨天没。哎呦，啊，先休困一下，还是要先洗身躯。阿爸，饮茶啦。啊，多谢你。哦，是不是昨天的啦？今天哦，迄海浪啊特别大，我咧坐甲咧乌车车。嗯。啊。阿爸，嘉明咧？嘉明，啊，我代志还未办煞，要搁我对别人去啦。啊！我叫伊哦，载我进前一帮船倒转来。安怎？啊，嘉明敢还袂倒转来？老爷，唔好啊！少爷坐迄帮船病啊！啊！嘉明病船失踪了后，张老爷因为伤过烦恼，就破病倒伫咧病床。金凤对着惠娘的态度嘛是愈来愈恶劣。这一天，金凤叫惠娘就要去市啊买菜。买菜，买菜，来。来，来，吃肉粽哦。厝的原本就阿好金在买菜，今日谁来爱我买？自从嘉明死后，阿母就感觉愈来愈讨厌我。嘉明讲真正是予我气死，我袂当安尼想，我爱较振作的。阿爸搁伫破病，我爱照顾伊。哎，你肉粽。
这拢做偌济？一千块吧，哦。大哥。还要再给我看看多少？多少？好长。哎，多少？哎呦，啊你无嫁我无娶，啊甲你夹一个吼，袂安怎啦？你当我尊重的。哎呦，啊是要叫我放什么尊重啦？我是看你哦，两百分气啊，好心甲你扶的呢。哎呦，真正是好心好累心啦。哎呦，小话哦，都歪甲你练啊啦。其实哦，我是恁翁的朋友啊，我知影伊死啊，所以讲哦，想要将伊较早放伫我遮物件哦，交还互你啊。咱以前也毋捌见过面，你也知影我是嘉明的某。是啦，咱以前哦是毋捌见过面啦，啊毋过。有人甲我讲吼，你身上什么款啊？你看我是认无认唔着人。你讲有物件要给我，这是啥物件？这哦，这是嘉明较早读册时阵吼，家己写的手机啦。啊，伊较早吼，我甲伊借，啊，袂记害伊啦。所以讲即摆哦，想要交还给你，安怎？你有要看？嘉明读册时阵留落来物件，慧娘啊，给我斟一下吼。你做啥？你给我放开啊！咱足久无相好啊，来，给我斟一下。我唔捌你啊！咱唔捌我，啊，较早后恁翁在世，咱都唔惊，咱即咪惊啥？来啦，斟。慧娘啊！是袂到你的查某，甲你用煞，你要一脚甲踢走去哦！较早恁翁在世的时候，咱就唔惊伊知影，即摆惊出面知是毋是？我根本都唔捌你啊！你唔捌我，恁翁死以后，你摕这厝价甲地价，讲要甲我做伙走，我唔敬你就生气。像你款查某，我若真正甲伊娶，我毋着衰一世人呢！阿婆，哼，原来你都是为着要讨客兄，才把嘉宾害死啊！阿婆，你免甲我叫啦！你这长相的查某啊，你气死恁阿，搁害恁大哥半暝倒伫眠床顶，你搁偷卖阮张冠土地。搁甲一个不三不四的查甫人做伙，你真正上袂见笑，破地啊！你袂见笑，就袂见笑你。阿母阿母，你讲话我，我无头白土地，我真正把这查甫人真正。你甲我点气啦！啊，你意思是讲哦，我侮辱你哟哈？我着亲目睭看到，你讲想要辩解啊？袂见笑，就袂见。哎呀，你是来创啥？好啊，阿母，你莫阁拍啦。你搁爱继续拍嘞吼，人真正在拍死啦！哎呦，嘉欣啊，你是咧气笑许啦？阿母咧嫁是新妇，当时轮到你讲话啊！这个查某吼，不守妇道，搁把阮家带衰吼，早就应该好好嫁死啊啦！我无特别去张家，我无特别去嘉明。你搁唔承认？你真正是死鸭硬嘴皮哦！我今仔日若是无甲你讲讲吼，你做狗陪吼，我都毋是人啦！你无就是无，宋哥你甲我拍死，嘛是无。我唔管是有还是无啦，反正代志都已经发生啊。嘉明的死是事实，恁大哥即马倒伫眠床顶是事实，你甲查甫人安尼偷来暗去是事实，你偷卖阮张家土地嘛是事实。你这袂见笑长相的查某哈，你离开阮张家，你给我死出去！我袂当走，
阿爸可能破病，我只就要等伊好才当走。而且我无对不起张家，无也无这代志，我要承认，我是是张家的人，是是张家鬼。阿明啊，有我唔食，你会死啦！阿明啊，食。你来这个时阵来找我啦？是啊，啊，咱的计划成功啊，我来找你提钱啊。哼，我都知影，你都是因为钱才来找我啦。若毋是我想到这个办法，你这世人可能拢袂来找我。哎呦，姐啊，话哪通安尼讲啦？哎，对啦，姐啊，阿周变作安尼偌久啊？朱家明死了后吼，伊就变甲安尼啊，要死毋死，袂输敢若一个活死人嘞。哦，所以你头用药仔伫家饲，是要用药来偷饲啊？哎呦，这种话你嘛讲会出来哈、啊？当初若不是恁姐夫提字甲你斗相共哦，你早都予遐恶霸甲你吹死了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放手来听啦，姐啊！姐啊，啊，原来你头用药仔伫家姐夫饲，是对伊还佫一丝丝啊，一丝丝的感情哦。感情你就大头，本来拢是肥牛在饲药啊啦。啊！不过伊即摆，互我拍到乌气银花，秘伫个房间啦。啊，嘉欣、甲秀美也嘛出去啊。即摆毋知我伫饲。姐啊，遐哦，我拢无想要听啦。啊，你钱紧通我，我甲朋友约好要出来佚佗啦。佚佗？我看吼是去跋筊。客气啦。姐啊！哪只酒啦？代志无成功呢，啊，肥牛哦，即马死都无愿意离开家啦，害我头壳无咧烧咧。你讲伊死都唔愿意离开家？对啦，死都无愿意走啦，真正是冻坏在路咧。姐啊，假使我哪有办法哦，替解决这個问题，啊，死到好啊啦，你赶紧走啦！等下，予惠娘看到就袂好啊啦！姐啊，你放心啦，反正这件代志包在我身上，啊，死到迄钱哦，你都唔好啊，好啊，你紧走啦！去予金凤拍甲规身躯拢着伤的惠娘，三更半暝啊，还佫坐伫咧眠床边，目屎一直流。伊感觉到大家会遮尔啊，想要将伊赶出门。完全就是因为家己是邓总的关系，佮加上下昼所发生奇怪的代志，佮较予伊是有理讲袂清。善良的伊完全拢无想到讲，是因为家己去挡着别人的财路，伊嘛无想到讲是去予人设计啊，只是一直怨叹家己是一个歹命人。这尔吧，送到外口咧行。我这人做代志哦，脚手通紧，拢袂拖沙啦。尤其是甲钱有关的代志，既然只有吼去挡着阿姐的财路，啊，就只好由我。嘉明啊，你回来啊！你这久拢无来看阿爸。子午啊，你嘛看会斟酌者。我唔是恁后生，我是要来爱你的命的人。嘉明啊，你若这久拢无来看阿爸，阿爸足想你的，你知无？嘉明啊！
嘉明，嘉明啊，你敢不知阿爸都想你？嘉明啊，你今仔无来看阿爸？嘉明啊，你莫走啦！阿爸，阿爸，你想怎？嘉明啊，嘉明，出来啊！阿爸，你放心。嘉明一定会回来，来，你倒好了。阿爸，你还没滚那只红。嘉明啊，哪呢？嘉明，是你。原本我想讲哦，点点啊走就好啊，啊想袂到哦，互你看到我，哼，咱两个。真正是有缘吼！想要创啥？我想要创啥？即马只，干那你，甲我两个，你讲，我想要创啥？啊！啊！救人！啊！给我放开啊！啊！你给我放开啊！阿母，阿母有菜，阿母有菜。消息是足惨嘛，足恐怖的，规面拢烧甲认袂出来。金凤英恐惊灰牛惨死，会来找因报仇，所以因找了道士来做法，将灰牛的尸体面向下骹带落葬，而且阁将伊凊彩带伫咧树篮内面。嫌过好佳哉，天公伯啊有目睭。好人袂当来冤枉死，这个糊涂的道士竟然算到灰牛的八字，反倒等来帮助了灰牛还魂报复的心。阿母啊，但你家这师公是有特动无啊？敢有问题啊？要变来知影啦。阿母啊，我是好阿妹啊，哪会这么久啦？好惊呢！我是在惊啥啦？这拢是伊家己的命，哪有法度怪咱啊？咱若无咱的代志哦，咱先来等啦。阿娇，我拢去给你陪啊。是啦是啦。师傅啊，应该无问题啦吼。无问题，我给伊一百年拢无度翻身。在会议当中，回来到现实，想到这悲惨的过程，就让他是很庆幸的。好佳哉后来去遇到会喊法术又够好心的阿基金嘛，那是为伊来修补面，也够想办法，让伊延迟点滴咧人世间的时间，倘好会当去找这个报废宝宝赛。规工敢若为着家己利益失相的人来报仇，向这个人讨回这个公道。阿爸，我就是想过两只，才让两头切骨。阿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讨回来。嘉明。嘉明啊，阿爸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予你知影，我拄着一个人，甲嘉明足像的。我有，你应该是嘉明，嘉明应该无死，你有欢喜无？
想，嘉明乖，嘉明乖啊，哦，做将灰牛倒下一张被，倒来离开了后，明珠的心情拢一直不安定。本来笑眯眯的面也失去了笑容。志宏不敢问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明珠也唔讲，最后听报的志宏是足烦恼的。一天，志宏搬草药啊回来，阁看到明珠徛伫咧遐讲神啊讲神，所以伊就手提一束花，偷偷行过去。你回来啊？嗯。桑丽。你阁送我花啊？是啊，因为吼，你这个戆戆啥物拢袂晓，连班一个药草吼，拢爱水某教，敢若会晓挽花、散花？啥讲你袂晓？你遐尔巧，啥物代志一学都会晓啊？都参像算数，比啥物人搁较伶俐。嗯，那安尼我反正是好样的囝哦。希望会当赶紧想起较早一切。等下，予你住好、穿好、食好，予你做有钱人的少奶奶。我不爱啦。为什么啊？我就是无想要予你想起较早的代志。我正唔管你较早是好野人还是善下人，为滴我伫海边啊捡到你的时阵，你早就已经袂记较早的代志啊。算起来，这嘛是天公伯安排。志宏，你敢袂答应我？一世人你拢陪在我身躯边，莫离开我，莫去想起较早的代志，好无？我的好某，你放心，我一世人吼，拢是你的，后世人嘛是，永远拢是你的，安尼好无？你唔相信咯？安尼好，我照做。我若是无参照我所讲的吼，我就会。你莫照做啦，我相信你就是啊。姐啊，姐啊！金凤的亲小弟建彪，自从害死灰娘了后，伊又来到张家。伊靠说伊的阿姊，即马已经是张家的主人。虽然伊的姐夫也未死，也毋过即个外世人对伊来讲嘛无啥物作用。一个好脚好手的人。规工硬生生唔做正经代志，踮喺外口为非三做。只要一个跋输脚，伊就想讲伊有一个好爷的阿姊会当提钱，所以包好啊款款的，伊阁来到张家。阿彪啊，你哪个走来啦？哎呦，我唔是讲叫你无代志，莫来找我啦。哎呀，你搁带包花来啊？有子啊，啊，我着帮你捎你到厝下去啊。阿爸一生气哦，大家挂挂出来。我想讲你这较有钱吼，应当会当收留我，所以哦，我着来挖苦你啊。收留你，恁姊夫都还袂死，收留你啊？啊，姊夫有死无死，哪有啥关系？即马厝内大大细项的代志，毋是拢你来处理。啊，而且吼，迄个查某嘛已经死啊。我实在予你气死啦！你遮尔爱跋筊啊，啊跋输筊就来找我提钱，我就算讲有金山银山，早晚吼一定予你败了了啦！哎呦，姊啊，袂啦，迄淡薄仔钱对你来讲哦，三百啊尔啦，迄无算啥。只要我哦，若度过即阵仔衰运哦，我一定把遐钱哦，拢给赔转来啦。哎，姊啊。我两三天无睏啊，人足忝的呢。啊，无，我先去住家己的房间啦，好。你刚卡听到的哈，莫咧拍拍走哦。我知啦。
建彪一个来到嘉平的房间，就倒伫咧眠床，想要好好来困一下。连续播三更三暝的觉，好伊是忝甲要死。又毋过，就伫咧伊迷迷糊糊伫要困去的时阵，就会一直听到房间内底有起起处处的声音。毋那是吵甲伊袂当好好困一下，阿哥几百岁一直要倒起来。所以，伊只好爬起来，看到底是什么声音。哎呦，上天三更暝半夜早，我拢未睏呢。哦，还是只有鸟鼠啊，落来看卖。喂，啊！你三更暝半在房间内，是要甲我惊死哟啦？你是头家娘新请来查某囡仔哟？喂，我也伫甲你讲话呢，你到底是咧找啥啦？姑娘啊，啊你伫找啥吼？你甲我讲啊，我帮你找啦吼。你甲我讲嘛，我会帮你找啊，吼。我咧找我的面。你的面？这位阿兄，你有看到我的面无？看到你的面。你知影我的面伫倒位无？你别管，你别管，别管，别管，你别管，别管，别管！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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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透早，伊发现建彪昏倒伫咧房间的涂骹，伊嘛已经赶紧叫大夫来甲伊看过啊。阿母，那安尼透早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？阿舅安怎无？我想可能哦，伊是去惊着啦，规个人安尼哭哭撞哭哭撞，啊，搁迄两只手吼是咬甲流血流滴啦。阿母，啊，敢会是灰娘哦来找伊报仇啊？无啦，我有袂讲的啦。啊，不过，敢会真正是安尼啊？阿母，那安尼哦，你爱紧想办法啦。有啥物通好惊的啦？莫踮啊，家己吓惊家己啦。人讲一个影，就生一个囝呢。谁知影恁阿舅昨暝是咧创啥啦？人迄先生有讲啦，伊迄手吼是互垃圾物件去划着啦。等伊精神了后，去告药也都无代志啦。是安尼哦，哎呀，惊死！哦，阿母，拢是你啦！迄天哦，去梦到迄有诶无诶，害我哦，逐工安尼提心吊胆了。叫你莫讲，你搁讲。好啦好啦，我无讲，我无讲。看起来吼，人真正袂当做歹代志啦。无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啦哈？无啦，我无讲啦。啊对啦，阿母，我爱收餐桌啦吼。
奇怪，这不顶头就写讲，从这条路直直行，行到庄仔口。嗯。飞到边看，就看有中药房啊。想怎搁找无？无啊，这哪有中药房啊？我看吼，你也是找一个人忙较紧啦。哎，后一个人客吼，较早是我的主顾，啊，今年搬位家来，啊，我头一早来这送货。无紧啦，啊无我搁找看卖好啊。哦。哎，这个所在我刚刚捌来过呢，咁真实？是啊，我会记得头前敢若有间衫裤店，我细汉时阵啊，阮阿母拢把衫裤摕去遐改啊。咁讲，志宏较早住过遮。哎，佫真实一间衫裤店的。在遐，你有看到无？遐，哎，电话房就伫遐啦。哎，明珠，我伫想吼，我以前啊，可能捌住过遮呢。好啊啦，别当遐有白想啦。物件紧，互人拢要紧来走。你看啊，日头遐尔炎，药草摆伫门口口，无变变是袂用的呢。好。头家。这两项你敢穿过啊？有啦，我拄仔拢穿过啊。啊，不过我看吼，这两个药草吼，目前嘛是无啥够，恁看恁加办一挂。哦，啊，这药草较歹办，好啦，啊，无阮尽量啦。嘿啦，就是歹办吼，唔则介绍较悬，恁尽量啦。安尼哦，好啦，头家，那恁阮先去。好好好。志豪，我巴肚枵啊，咱先食一寡物件再回去好吧？好啊。我会记得头前有一间吼。好啊啦，你毋是遮个人啊？你到底是会记啥物啦？啊，毋过我真正会记得。好啊啦，你看，即摆变天啊，我无想要食，当然是赶紧回去把药草收收的，较重要啦。你袂枵啊？袂啊。哦，好啊。你要紧无？不要紧啊。哪会这样讲？啊，阿母，迄敢是？哎呀，这手下来！阿母，阿母，今仔姑娘倒来啦！阿母，啊，这手下，这手下，阿母，卖假的，卖假的，这手下，阿母，你真的卖假的，阿母，这手。都掉在煤气罐，都掉在煤气罐！阿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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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姑伊有要紧无？暂时无要紧啦。哦，是讲阿母，是毋是咱做阿想超过？阿连天公伯啊嘛看袂过，所以要甲咱处罚啦。人就是看到迄人哦，真正作成家明的呢。敢讲家明伊无死，是讲讲嘛奇怪，伊看到咱敢若毋捌人呢。好啊好啊啦，你莫阁一直讲啊啦，你袂记啊？迄肥娘会死哦，你嘛有份哦。我知啦，所以我毋才问阿母看要安怎。啊好啊啦，恁两个拢莫吵啦。哎，我过头吼，恁吵到吵到要死啦。哎，恁阿母我吼。毋是头一天出来江湖走跳的啦，为着张家的财产，我无这么简单就放弃。哼，迄个肥娘哦，安尼在生的时阵这么温柔，想袂到死了后变这么恐怖呢。我甲知吼，我甲来拼战声尔，迄个甲伊毁容、甲伊拍死的人，就是我。哎，阿母，这你是讲啥？头家娘，外口有一个道士讲要找你，伊讲是你约伊来。先请伊入来。是。阿母，啊，你要请道士对位呢？哦。顶间请迄个三脚猫的道士啊，根本都无将肥牛的分体压好掉啦。这间哦，一定爱成功啊！啊，若无。啊，若无安怎？是啊。啊，若无哦，后一个小人，毋是我，就是恁啦。
惠娘的报仇计划当然也是要赶紧来进行。也不过一天伊煞先走来到志宏因家，伊想要确定这个志宏到底是不是伊的家明。那尊公不是伊的家明，伊就会当早一天死这条心，专心去进行报复，然后再过去地府找找伊。那假使志宏就是家明，伊嘛是会足欢喜。家明也阁活伫咧即个人世间，家明是好人，应该就爱长岁寿。哎，明珠，我毋是讲过，才好来就好啊。你即马有心啊，为着咱个囡仔吼，麻烦代志你拢爱说哩，毋通做遮粗重个工课。爱好照顾你家己，保护你家己，知无？我知啦。我听看麦。明珠已经有心啊，就算讲志宏是家明，我甲伊嘛是无共世界个人，我实在无应该破坏因两人姻缘。哎，伊有叮当嘞。真是啊。嗯。惠娘，惠娘姑娘，顶边吼，你啥话拢无讲，定爱做你走，我真正足替你烦恼的。我今日伫咧半路，病阁行起，安尼是要安怎呢？噶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对啦，啊，你今日来是有啥物代志吼？志宏，你先去灶脚看火，搁清场点。啊，毋过，姑娘姑娘应该是有啥物话要甲我讲，你是大部人同遮，较无方便啦。哦，我真正是一个插头，啊，无恁直接开讲，我先去无用哦。惠娘姑娘，叫我惠娘就好啊。惠娘，你较早是毋捌识识志宏？假使讲志宏以前叫做嘉宾，那呢，我就识识伊。我是毋知影较早志宏叫什么名？你是啥物意思啊？有一天，我伫海边仔捡柴的时阵，看到伊倒伫遐，然后我就甲救转来。无唔对，志宏迄阵直直要倒转来的时阵，伊迄阵去予风筝吹扁去啊，到即马阁失踪，就是伊。惠娘，我拜托你。拜托你莫找找志宏好无？我是毋知伊较早生活过到安怎，啊，毋过我知影，伊即马当遮真正真快乐。而且我已经……惠娘是足为难的，伊希望会当讨回家明，也毋过又阁希望明珠会当继续快乐，因为。伊知影明珠是一个足好个查某囡仔，伊一定会当带好家明未来幸福。即个想到遮，惠娘个心肝就来柔软啊！明珠，我是来祝福恁个，无其他个想法，你放心。真是的，是啊，你放心，我袂阁在遮，你好照顾嘉明，伊以前压力足大，我嫁予伊的迄半年，拢无看过伊有遮尼快乐的笑容，
你嫁给伊一半年，迄都已经过去啊。而且，我甲伊嘛已经无婚约啊。惠娘，你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会记得顶座，我要甲你送的时阵，拢无反应。你已经无重要啊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一定爱幸福，连我一分。阿爸，嘉平伊无死，伊还佫活咧，这是毋是一个好消息？今仔日，当我报仇成功以后，我就要去地府接受审判。阿爸，你家己也保重。危险无？危险无？阿爸，就算讲会危险，我嘛一定爱去。我就惊，我就惊的啦！没你讲，我嘛知，我嘛惊。咱哦，若是当脱开这摆枷锁，我一定袂讲话，袂讲话，我要做一个有口德好查某。我嘛是啊，我一定哦，做好心，减厝税，减残租啦，啊，铺桥做路，做善事啦，做善事，做善事啦。姨子，恁若是这么有良心，就袂有今仔日下场啊！惠娘啊，我知影我唔对，求你放阮煞，你放阮煞啦！我给阿母怕，给阿母苦读的时阵，是啥子拼咧世人的？怕你的人是阿母哦，迄拢是阿母的唔对，你去找伊，你莫来找我，莫来找我啦！我会去找阿母，啊，不过我会先害我姐公道。妖孽！妖孽！也唔讲伊将人放火。阿母，阿母，救我！你救我！快去！去！小心！小心啊！你有要紧吗？紧来走啦！这种危险的，刚好事务处理就好，行行行，行！啊！你两个是创啥啦？啥啦？救命！啊！你这无路用啦！臭道士，去甲周围解开，莫破坏我计划。哼，替人之灾，替人消灾。我今日就要甲你拍到昏昏灭灭，让你无得阁畏畏缩缩。我唔是歹人，歹人是伊。我要报仇。苏金嘞，你去甲收起，你来走啦。惠娘去中着金凤的诡计，已经强强要去给道士来修复。这个时阵，阿基即马来到志宏因家拜访。阿基即马因为唔甘惠娘的遭遇，伊也希望志宏卡孙啊真正是惠娘的翁婿，嘛讨好好两个人有小人的机会。拄好，病主嘛想要将这一切疑问来解开。就伫咧听阿基即马详细讲完了后，病主是足着惊。
伊嘛唔知影讲到底是爱安怎做较好。就伫咧大家互相咧思考的同时，阿基即嘛偷偷伫咧志宏的地背内下油啊，而且佫偷偷向地背内来下酒意。过程就是安尼啦。啊，那安尼，灰娘兴安呢？灰娘一直有怀疑讲，志宏是毋是就是迄个无缘的翁啊？啊，我嘛是想要甲灰娘斗相共认识啦。啊，是讲，不管有缘还是无缘，这都要看天公伯安怎安排了。这哪有可能啊？这嘛是有可能。你拄仔讲啥？其实，灰娘捌甲我讲过。伊甲你讲过？啊，你是安怎无甲我讲？我惊你会离开我。明珠，我真爱你着，我哪有可能离开你啦？啊，不过较早你嘛足爱灰娘的，你搁甲伊成亲，啊，即马。妈，阿金金，救我！灰娘，你来找一下。阿金金，有人破你的法术，我的面顶要用去。我感应到你的法力，我才知阿你在这。灰娘，嘉明。嘉明，嘉明，讲起来嘛是足奇怪，是阿基即卖予嘉明啉啥物特别的地水嘞，也是命运的安排。嘉明即个时阵突然间敢若想起啥物共款，伊看到徛伫咧面头前的灰娘。就敢若是去看到一个足思念的亲人同款。阿娘，阿明，阿娘，你想怎啦？阿娘，阿金金，阿金金，救我，救我！阿明，我爱你。阿娘，哎呀，进来。一摆金风吹来的导师，看起来是敢若不假厉害。伊毋那是将想要逃走的灰娘掠倒转来，也阁准备要造反，予伊永远无法度通好超生。秘伫咧边仔金风，心肝内是足欢喜的。伊总算要拄着心肝头的迄支针，以后也袂阁做恶梦来家己吓惊家己。真，得得到你两，小心！呀，你这个毒师，你有毒着无？天龙无要绝这走你那命，你上头要一直违背天命。哼，都会走出来臭大哥，连我用啊事你也敢管？你莫当作我是软脚，胜利厉害。慧玲，慧玲，你志宏，你是想起什么？慧玲，嘉平，
慧玲。妈，我看啊，你还是先回去厝内好啊。慧玲暂时交我家照顾。我听我的无唔对啊。好。你敢不是阿母？志宏甲明珠登来到张家的大厅，因两个目睭金金，要等待金凤来解释。倔强的金凤，唔那是无心虚，也个唱呱呱。讲伊是张家张老爷所娶的女房，当然冇资格来管理张家。而且为着家己的后生，伊当然嘛是爱尽家产，伊无可能让家产落到别人的手头。而且伊嘛承认，所有的计划拢是伊一个人做的。既然代志就已经到这个坎站，伊嘛无啥物好解释，无啥物好讲的啊。对啦，所有的代志吼，拢是我设计的啦。啊，阮大家当作恁拢已经死啊。啊，恁阿爸破皮头壳无清醒啊啦。迄家产若是肥牛摕去，谁知影会变到安那啦？搁再讲，我已经老啊啦，我无法度搁过迄种无钱艰苦的日子啦。阿母。就准讲安尼，你别袂爱对待慧娘啊！慧娘伊到做唔着啥物代志，有无？想要到你怎个甲害死你？志宏，你妈安尼啦？志宏，啊无这个查某是啥啊？这讲起来话头长，伊叫做明珠。若毋是伊甲我救，我早死啊！嘛无可能会知影，恁竟然是安尼对待慧娘的。啊，无是啥物代志啦？哈尼阿妈好啊，大细声是话啥？啊！阿兄，家生，阿兄之前对你这样好着，你是安怎要让恁的某安尼对待慧娘？阿兄。真正是你，阿兄讲话，你敢袂回答我？阿兄，我知影这一切拢是我的不对，我无应该一时失去你弟，才会解真财产。喂喂喂，无你安尼跪什么货哈？恁祖妈还袂死的啦！你给我起来！给我起来啦！你是在哪里？阿母，昨暗我四米也想几暝，拢已经想通啊。咱做人真正袂当小贪，啊若无，到最后嘛是报应在家己身上。你唔通袂记哩啊！当初要甲慧娘赶出去，恁两个拢有份哦。安怎？即嘛是要叫我制造时代，甲做事实会死的啊！若是一定要叫我甲慧娘会死的，迄是无可能的啦。若无吼，归去活活去死好啊！你要来找我讨命？老命一条啦，要安怎随在你啦？阿母，一切拢是我的不对，我为着要报仇，失去你弟，唔呐害着别人，佫无顾虑到阿母的感受，请你原谅我。慧娘，我实在足见笑，
我把你害死，你都无怪我。惠娘，阿母一定是真世人上好伊，才有你这个好媳妇。阿母对不起你，拢是我的私心，才害你惨死。我真正对不起你，是的，我真的原谅我。你原谅我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原谅我。阿母，阿嫂，我嘛是。你在生的时阵，我都唔捌尊重过你，阁害你死甲这样凄惨，这一切拢是我的唔好，嘛希望你会当原谅我。怪我啦，阿嫂，我都无应该吼，嘴遐尼歹，常常讲话甲你欺负啦。阿嫂，你大量有大量，请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啦。你莫安尼啦，代志都已经过去啊，代志会变成安尼，这拢是我的命。我只是希望你以后莫阁贪啊，会当用你的良心做人，安尼我心嘛解得。惠娘，这双手害你吃苦啊！我的手，我的命，是天公伯给我的考验。我袂怨叹我的手，嘛袂怨叹我的命。惠娘。你莫来讲，你不该天生就有这款命，安尼天公伯啊对你是有无公平？为什么有迄双手在注定这款命？这都是我的命。嘛有人跟我同款，有同款的手，却有无同款的命。我已经无怨，嘛无恨啊。惠娘，是的，你给我，我无法照顾你，保护你。煞予你来往死，毋是我挑工要甲你放袂去，是我发生意外，我着死去记底。啊，毋过我即摆拢想起来，我即摆拢想起来，你是我的惠女，我是你的家平。惠娘，我真正足想你的，你知无？我真正足想你的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嘛知影你的心内还佫有一个人。一世人，咱的缘分到这为止。啊，不过后世人，我嘛是会找你做好阿母。
你应该无袂记哩，你失去记忆迄段时间所发生的代志。阿吉亲母甲我讲，伊伫你的茶内底，放恢复记忆的药啊。伊是希望你会当会记咱过去所有的一切，啊，毋过并无代表你着要放弃即卖的一切。明珠，我答应你的代志一定会做到够。你也好好照顾家面，阿哥有巴肚内底的囡仔。阿吉姐，请讲。我之前有讲过，但我若是找到阮翁，而且报仇以后，你就会当将我收起来。收鬼是专门对付遐一脉不饶的恶鬼所使用的方法。我看你并无恶性，所以你应该去你家己的所在，去投胎转世吧。慧娘。